我觉得每个女孩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组成的团体也是不一样的，就代表每个团也是不一样的，给大家带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没有比较，就是做好自己的作品，做好自己的舞台就可以了。之前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训练，自己一个人练习，然后现在可以跟大家一起练习，可以就是每个人发挥每个人不一样的特长，然后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色彩，然后一起在一个团里，然后组成一幅很美丽的画。我觉得这是跟我以前的状态非常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是之类的，会给自己一个框架吧。但其实后来就是跟大家在一起以后，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我们也不是被外界所定义的，我们就是自己定义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人。我觉得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就是以后老了以后回想这段经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我可能不太习惯，就是说我会作为他们的偶像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想成为谁的榜样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只想成为给大家带来力，就是能给大家带来力量的人，就是看到我以后他们会充满力量。然后我也不喜欢就是说称之为就是大家为粉丝或者什么之类，我就是觉得他们就是这么用心的支持我，我可能更会把他们当成一种给我动力的人，爱我的人。然后我觉得我希望他们可以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去见证我追逐我梦想的每一步。我不希望他们会有不开心，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我就希望他们好好生活，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好好爱自己就可以了。